曲的关键词。这张专辑就是那个艺术家设计的哦，那时候认识的，对，就是那因为那个打工结缘的哦，看一下，好像听说可以折折折，对不对？对，折折折就会不同的脸跑出来，真的吗？没错没错，其实像这个贴纸也是，就是可以乱拼贴，封面这个贴纸，这个吗？对对对，哦，就是整个设计的概念就是可以贴笔电壳那些的，可以也可以。把我的名字贴上去就变我的，开台电脑就变成了。不对啊，不对，脸毛圈跑太快。它是这样子的设计，中间有个洞。对，然后其实它是故意裁成两个就是洞，然后想要看哪一面都可以，我们翻过来折，嗯，然后往这边对折一面，往内，对，往内对折，往内对折。然后再对折，再对折，然后嘞，然后这边凹进去的可以把它折出来，智障同。然后嘞，它其实中间这还有一个割压线，它是可以折成这样长方形的。哎，是可以，哦，是这样子，哎，很酷哎，我没有 get 到现在，就是所以很多折法可以折成长方形的小树。我们整个人大家都陷入了折纸的。哎，很可爱耶，这样子，所以它是可以立起来的。对，所以可以自己换面，换面，对，看喜欢哪一面，不想要看到我就可以换另外一面。哦，这个设计也有点复古感。对，有点复古风。这张专辑的风格比较偏80那种音色居多，就是走一个复古的感觉。嗯，直接爬就是爬玉山。哦，我的第一座白岳是第一座，直接爬玉山。对，你有病吗？啊，没有。就我觉得玉山就是大家的人生清单。对了对了，对，我怎么爬没有在我人生清单？对啊，我怎么爬就是爬象山而已。象山也不容易，超过30分钟我爬不了。我看小安最近也是爬玉山，也是爬玉山。哦，对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吗？其实我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你看得吗？因为我有县名，县名就是带你爬第一座合欢东峰跟石门山的。原来你们是山友，山友，他是我学姐。原来如此，就是他带我去爬玉山的。哦，就是他带你。哦，那我懂了，那你是被骗上去的。对，哎，也算是。哦哦，有共同的一个山友，山友。还有他没有说旁边还有几个学长。没有，我那次全部都跟女生。对，他就带了我们一群女生上去。对对对对。女生很勇敢，辛苦。老师还有一个问题。你刚刚有讲到喜欢的歌里面有一个叫 Totoro， Totoro 不是那个吉卜力的，对，就是龙猫哦，所以你喜欢那个电影？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会跟家人一起看那个录影带，那时候还是录影带，然后大家都有经历过，没有问题，太好了，你有，还有倒带机，倒带录影带，对对对对对，就是红色跑车，对对对对，有有有，哎，格子里面有很多日文呢，对啊，老师，没有。所以你是为了这个歌，对，故意刻意学，就那几句，因为我可以听吗？念，我念一遍吗？还是可以唱出来？哦，好啊，好啊，好啊。我们放松放松，我起个 key， 放松吗？第一句是我比较怕我日文念不标准，对，所以我要检查啊，对，老师老师，トトロかまた絵かがんてやるだって不熟悉的房子却拼凑出熟悉的画面。哦，很标准耶，很标准，很标准，你自信一点，完全标准。